哥姐们，好久没有炒菜了啊！今天炒个虾尾啊，葱姜蒜，爆香哈！哇塞，我这锅有点热，放点这个我这个是底料哈，火锅底料。哎呀，不够呀！哎呦。炒一下哈，可以。哎呀，好热！我这个虾尾哈焯过水了啊、哦，你可以焯水，也可以不焯水，这看个人哈。我建议焯一下水。哎呀，好热啊！虾尾搞里头啊，咱们翻炒两下，给它炒一炒。哎呦，哎呦，弄烫了。哎呦，来点这个82年的生抽哈，来点，好热。来，老陈醋哈，咱也来点。我靠，好烫！这火的烤，这大热天的烤，快烤熟了。料酒哈，料酒也来点啊。好热！哎呀，这么热呢！翻炒翻炒啊！好了，我锅盖呢？嗯，那个，就这样啊。虾尾大概流程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是特别的专业，但是我做起来还挺好吃的啊。那个锅盖，这个锅盖盖一下，焖一下哈。想吃虾尾的哥姐啊，点击下方购物车来一份尝尝啊。